要为大家示范的是，如果你是长头发又是细软发，你想要烘卷但是发根又想要蓬的话，你必须要两样东西。第一，你就是要有 Beauty Hair 的蓬蓬水，将这个蓬蓬水先均匀的喷在你的根部上面。喷完之后，将你的头发分成两至三层。在你的每一层距离头皮10公分的位置按压4下。水发蜡均匀的抹在你的发尾。抹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烘干的动作。长头发的烘发秘诀，第一，请你千万不要将发尾直接放置这个烘罩口里面，麻烦你们先将发尾斜斜平放，再往内弯一个弯，再往上画一个 S 型出来。如果你要烘的话，记得烘罩里面的这一些长圆柱的形状撑在根部上面画圆圈，这样子就可以烘出卷发。再将尾巴水发蜡烘干的部分，利用你的双手做搓揉。这样子就完成了长头发又有空气感的卷发。